点吹在卡丁这边应该没什么拦在。再去做虚空行走了，而且后面的岩雀也过来了。是的，在 R1 到灰盾开车，岩雀过来 ，AJ 的嘲讽朝到后排两个人，但是小岩这边血量还可以，直接被卡丁冲上来配合 AJ 收掉。老贼这边没什么蓝了，现在正面 icon 也被三个人围住，应该被卡丁戳死了。再一勾勾了他老贼，这一波小哇，这一勾太致命了，小技能的命中率太高了，这波这样打了一个零换四、零换五，其实这一波是。他的一技能去敲要搞事，两个人想搞这个塔姆，蓝色很弱啊。侠就在不远处，看一下白盾继续支撑，给上一个虚弱。侠这边被勾了一套，但是就地反打，看一下 Mystic 补上一线，并没有被大招躲过呀。哇，展现过去，那就是拿下了一个人头以后，那个这边应该也是走不掉，看一下你过来能不能扭转战局。一脚天一波是踢空了，那就是在草丛里面找到了想要走的塔姆，而且拉了贝恩的一个灯笼，那就是完美天秀 double kill。原来寒冰推塔之时又是一箭射到一个能吃人的塔姆，你是吃不了自己，同时蜘蛛就在旁边蹲守，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上。看一下两边 ADC 一个血拼，卡开启大招盲刺一脚三个，但是只能阻止一下，闪现打一下一个 Q W 直接收掉龙头，这边加里奥一个英雄登场，再阻止一下，这边一个垂直又被留在原地盲刺。老周应该要卖了，他赶紧用这一步老周这边能走吗？被 Q 到了，交闪现。还有开车啊，这边是前有追这个车，后有追兵，前有排斧，怎么办呢？艾希最后还是让小霞拿下一个人头，康利这边也是走不掉，小心再走一个。等级领先，奥拉夫这边春哥摸出来了，对，装备也出来，对，这个版本的风险岩雀想开，结果小鱼人进来，但是回身一勾勾到司马老贼，赶紧吃进去，就是装撒在脚下，英雄登场，击飞到了所有人，我的天啊！这波奥拉夫顶在前面，塔在打金角，这波金角要撤一下，但是正面的话，四个人已经拦不住了，一线命中两两，现在还有个中亚，中亚开出来嘲讽到了蜘蛛。站在亚娜前面帮忙挡伤害，亚娜这边虚空护盾出来挡住了那一下法师阵的伤害，再点个灯。是的，战斗力是非常强的。是的，这个龙再一勾勾到克里克里，然后开大招撞上来，闪现过去想杀死吧。老贼，司马老贼往里拉一下，被龙背刺了两下，龙坑里蜘蛛已经倒了，这个龙怎么说？被 AJ 给砍下来了。哇，这一波岩雀支援过来之后 ，AJ。